当年在情深深雨蒙蒙中打酱油的不止孙俪，竟然还有他们。琼瑶阿姨的电视剧陪住多少人度过了青春年华，小编当年也是中毒的一个呢，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注一瓶，舒缓藕断丝连复杂的爱情故事。或许现在重温这部剧只会觉得剧情狗血，演技浮夸，不过啊，这部剧也算是捧红了挺多的演员，而且很多眼睛亮的观众惊奇地发现这部剧中竟然还有这些明星也打过酱油，当过群众演员呢。到底是谁呢？让小编带你们一起来看看吧。在孙俪拍完《甄嬛传》后，人气暴涨，娘娘的气质不可小觑。不过她曾经可也是在这部剧中打过酱油的哦，具体干嘛呢？说出来还真不会信，她竟然是给赵薇饰演的依萍一角色伴舞的。那时候依萍在上海滩舞厅工作，而孙俪就是其中一名舞蹈演员。不认真看还真的是很难分辨这是娘娘呢，那时候的她可以说是很青涩了，可以说孙俪能到现在并非一时之事，也是靠注意慢慢的努力争取来的。